TWICE 老公具俊晔原定今晚11:30要在信义区夜店献出婚后首秀，让大票粉丝都很是期待。不止店家开心宣布包厢座位都被订满，具俊晔今天中午也兴奋宣告，就在今晚，我们在 Club AI 相见吧，台北。不过活动前的5小时，却因夜店有顾客确诊足迹，让他的表演紧急喊卡，将延后至4月15日举行。原本将到场力挺姐夫的小 S 也证实了此消息，无奈表示人民的健康还是比较重要，将来还会有机会看到姐夫表演，希望大家赶快度过这莫名其妙的高峰。具俊晔自己也遗憾发文跟大家对不起，并承诺延期的这一周会做更多的准备再和大家见面。而今天剧的虽是还不止这件，稍早他才爆出因提不出在韩国的无犯罪记录，所以无法顺利取得外配的停留签证，所以也有媒体怀疑此次活动会取消的真正原因是因为签证问题。而5月他也将离开台湾飞往纽约进行演出行程。